喜欢的女生吗？各位朋友们，我们稍安勿躁，大家别躁动，别躁动嘛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，那个人就是你。我很喜欢吃你的甜品，你就是我的夏娃。我很想吃冰淇淋，你还有吗？上帝创造万物只花了七天时间，那成就一段爱情呢？来呀，谢谢，好了，谢谢。威廉放弃原本属于他的一切，决定与妮妮一同用甜点的滋味为大家带来幸福。阿西托洛，过来一起拍呗。一二三，笑。巧的是，这段恋情刚刚好也是七天。爱情就是这样不可预测，因此唯有双方双倍努力，互相选择了对方，才有这样美丽的结局。那你有喜欢的女生吗？各位朋友们，我们稍安勿躁，大家别躁动，别躁动嘛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，那个人就是你。我很喜欢吃你的甜品，你就是我的夏娃。很想吃冰淇淋，你还有吗？上帝创造万物只花了七天时间，那成就一段爱情呢？来呀，谢谢，好了，谢谢，快点，好了。
威廉放弃原本属于他的一切，决定与妮妮一同用甜点的滋味为大家带来幸福。哎，阿西托洛，过来一起拍呗！好好好，一、二、三，笑。巧的是，这段恋情刚刚好也是7天。爱情就是这样不可预测，因此唯有双方双倍努力，互相选择了对方，才有这样美丽的结局。